一次只能爱一个人，一旦爱上别人，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。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，了解一个人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方方面面都要花时间、花精力去磨合、去适应，就感觉太累了。所以你想跟我复合，省掉这些过程。老方，我也试过走出来，但我心里面老是有别人进不来。就像今天这样，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，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。都这么多年了，我想你跟我说实话，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，而是被动接受了我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只是一直不敢问。那个时候你老方，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。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？不能了，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，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。我的爱情呢，是单线程的，一次只能爱一个人，一旦爱上别人，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。